这期节目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树赏之魂的任务推演。粉丝们给龙哥哥发来的树赏之魂的任务推演，任务推演一中可以看出小黑范无咎和小白谢必安原来是两个衙役，绑在一起的腰牌说明感情还不错。从任务推演二中，地方大员状告衙役在酒肆打伤其独子，行恶之人罪有应得，说明小黑或者小白打伤了大员的儿子，或者也有可能是他们两个一起打的。任务推演三，行侠仗义未必能得到赞誉。推演四，咒语和推演五节中可以知道大员对衙门下了死命令，要求十天内交出打人的凶手。推演六和推演七中可以看出小黑和小白互相抢着认罪，这两个重情重义的兄弟互相都不想连累对方。推演八和推演九中可以看出小黑和小白捉拿逃犯，并约定在桥上商量解决三人一事。推演十中介绍小黑用缉拿逃犯的功绩换来一个选择真相的机会，但小黑却选择自己做唯一的戴罪之人。推演十一中介绍大员要的不是真相，而是要人为此付出代价。这里反复提到的真相是什么呢？龙哥哥觉得真相可能是大元的儿子作恶在先。小黑和小白本来只是出手阻止大元儿子作恶，但大元儿子却攻击小黑和小白，最后小黑和小白出于正当防卫不得已还手打伤了大元的儿子。但这个真相大元是不接受的，他要的就是小黑或者小白付出代价。从推演十二中可以看到衙门最后结案的结果，小黑范无咎成为了打伤大元儿子的凶手，在案情查明前溺水死于桥下，三人案就此了结。龙哥哥推测小黑的死没那么简单，他可能是为了不想连累小白，所以选择当了唯一的戴罪之人，所以洞悉一切的小白才会在河边伤心不已。树赏之魂可以说是第五人格中最有情义的监管者了，但树赏之魂为何会跑去西方的庄园呢？龙哥哥推测这可能和那场让小黑上升的洪水以及湖景村中有十二生肖文字的海盗船有关。大家如果有更好的看法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哦。本期线索由粉丝何以戏青年、九宫格、明日小恨、开心就好、白不应有恨、烟懒苍白言威这六位粉丝共同提供，感谢提供线索的粉丝们。大家如果有新的线索要投稿都可以私信联系龙哥哥哦。每个人都有一个超神的梦想，点击关注哦。